立法會建制派議員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按照全國人大早前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在國家層面完成了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工作，這個是合憲、合法、合情、合理，具有不容挑戰的權威性。全國人大常委會就資格審查委員會的設立和職權制定了具體規定，為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建立了重要機制，確保參選人士符合愛國標準。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對選舉委員會的重構和賦權，包括新增第五界別，納入更多界別分組，此舉是有利強化國家意識，促進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增加均衡參與成分，提高選舉委員會的代表性。選舉委員會的新增職能包括提名和選出立法會議員，讓香港的選舉制度更有更廣泛的代表性，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和體現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強化行政主導的治理體系，是與時俱進的安排。